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灭火器的主唱大正。谢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一起同心协力的在防疫，特别是前线的医护人员，你们真的辛苦了。在疫情之下，谢谢大家的努力，谢谢前线的医疗人员，谢谢拿出宅力待在家防疫的大家。还记得去年端午我们在总统府前广场有端午谢平安艺文大汇演的演出，在疫情期间先看线上回味。这个演出呢，最近会在线上公布，让防疫在家的你们大家可以在线上回味一下。那接下来再拜托大家继续努力，希望很快可以在现场见到你们，拜拜。